嗨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这支影片要跟大家说的是关于标题有提到的三坏隐藏福利。那其实它也没有多隐藏啦，只是我怕有些人会不小心忽略或者说忘记，因此没有参加到这个活动，所以就打算做支影片来跟大家说。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吧。那这个福利的领取方式就在于私聊的专属客服，专属客服获得的管道听说是要达到城门以上才会随机抽取，但后来官方也有说是完全随机抽的，所以如果你们有人是无客然后被抽到专属客服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说。现在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个福利的规则。冰冰在下午的时候有私讯我，连假来到了，准备了专属福利，从26号到30号，每天的活跃值做满，也就是250，就可以获得当天专属的奖励。那每天的奖励都是不一样的，只要回复收到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了。可以看到冰冰回复我说报名成功了，明天第一天的任务奖励是500幻星，再加上一张 SP 招募卷。SP 招募卷就是用来招募之后的魂兆云所使用的，或者说之后其他的各种魂将，因此这个奖励还算是相当不错的。毕竟 SP 招募卷获得的管道比较稀少，再加上呢这个活动是持续5天，因此我认为如果他打算跟魂将做挂钩的话，可能之后几天会推出一些龙鳞龙晶的奖励，或者是说直接给我们一些魂兆云的碎片，5到10片不等。不过这也是我自己的推测，具体还是要等之后看看给予什么样的奖励。再加上呢，只要5天活动都做完，就有机会获得周边奖励，可能是什么赤兔背包啊，或者说什么立牌之类的，这些东西都是微笑我有收到过的。最后也跟大家补充一下，这个 SP 招募卷只有前70幅的玩家会拿到，后70幅他给的是 P 卷，毕竟后70幅他还没有推出魂兆云的活动。那么本次的隐藏福利介绍就说到这边啦，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我看到了就会回复。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